明宇，嗯，介绍一下，我是人鱼国的接力公主。今天带鱼也来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老觉得你走路是这样的，他就这样。好，下一位，好，下一位，贾玲，好，下一位，贾玲。哎，不不不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还有机会吗？有，因为你蒙着面老看不见。有，谢谢，对，我是来自韩国河畔哔哩哔哩巴拉巴拉 baby baby 公主。OK， 耶！好，下一位，哎，贾玲，我们是来自蘑菇屯儿跨村长的女儿，低调点，低调点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女儿国的艳后，我的名字叫刘淑芬，刘淑芬公主。确实 ，baby 和贾玲在一起，这个衣服的质地啊，真的，这服装组是有偏心的啊。人家没有偏心，没有吗？没有偏心，你看 ，baby 虽说质量好。但是贾玲这个料子多呀。你们是不是欺负小胖憨厚啊？啊，你们干什么？看着不醉很久了。算了。来，我是介绍一下。来，我是介绍一下。我是来自桃花国的什么什么诺瓦。忘了什么什么诺瓦，好长前面，我真的给忘了。沙利娃啊，沙利什么娃？对，沙利诺娃。沙利什么娃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今天作为骑士，特别感谢我们的公主们来到我们的跑男。谢谢。公主和骑士们聚在一起后，都在为第二天比赛做准备。夜幕降临。公主和骑士们都进入了甜蜜梦乡。突然，水晶球使用它魔法，把公主们的东西都收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什么都不知道的骑士已经在马场等着他的公主了。Hello, nice to meet you. Good morning. 你没发现女嘉宾都不在吗？对啊，我们的伴儿啊，给不了。骑马来对吧？马车。哎，你看，哇 ，unbelievable, very beautiful, 尊贵的公主们。刚睡醒呢，睡衣啊。